第三节买物件。一课文。一买菜。阿母，你要买什么菜？我要买白灵仔菜、菜花甲菜头。一项买偌济？一项买一两斤，请你拣好的给我。好，你搁要买什么？我搁要买两条刺瓜，几粒啊臭皮啊。阿姆，白灵菜一斤两块，假是两斤四块。菜花一斤两块半，这粒菜花两斤较平，算你四块九。菜头一斤块半，这条菜头是斤偌重，两块银。两条刺瓜是两块六，两粒臭奇亚是块二，一共是14.7。即阵菜起价啊，这个菜是14.7，真贵，15块给你，免走。阿姆，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，哥找你三角银。你真客气，小花钱哥算甲这么清楚。这是应该的，你搁要买什么？我搁要去买鸡卵、鸭卵甲青鱼。生词和短语：物件、东西、白灵菜、菠菜、菜花、花菜、菜头、萝卜、偌济、多少、一项、一种、两条刺瓜、两条黄瓜、几粒啊、几个、臭皮啊、西红柿、泉州叫干妈的。一两斤，一两斤，两块银，两元钱，块半，一元半，块二，一元两毛，起价，涨价，落价，降价，合理，给你，唔免走，不用找钱，菜市，市场，超市，超市，真贵，很贵，真俗，很便宜。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。买卖算分，相请无论。客气，客气。遐呢？那么，小花钱，一点钱。鸡卵，鸡蛋。鸭卵，鸭蛋。青鱼，新鲜的鱼。一共，一共。拢共，拢总，一共。第三节，买物件。一课文。一买菜。阿母，你要买什么菜？我要买白灵仔菜、菜花甲菜头。一项买偌济？一项买一两斤，请你拣好的给我。好，你搁要买什么？我搁要买两条刺瓜、几粒啊臭皮啊。阿母，白灵菜一斤两块，假是两斤四块，菜花一斤两块半，这粒菜花两斤较平，算你四块九。菜头一斤块半，这条菜头是斤偌重，两块银。两条刺瓜是两块六，两粒臭奇亚是块二，一共是14.7。即阵菜起价啊！这个菜是14.7，真贵，15块给你，免走。阿姆，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，哥找你三角银。你真客气，小花钱哥算甲这么清楚。这是应该的，你搁要买什么？我搁要去买鸡卵、鸭卵甲青鱼。第三节。买物件。一课文。一买菜。阿母，你要买什么菜？我要买白灵仔菜、菜花甲菜头。一项买偌济？一项买一两斤，请你拣好的给我。好，你搁要买什么？
我阁要买两条刺瓜，几粒啊臭奇啊。阿姆，白灵菜一斤两块，假是两斤四块；菜花一斤两块半，一粒菜花两斤较平，算你四块九；菜头一斤块半，这条菜头是斤偌重，两块银；两条刺瓜是两块六，两粒臭奇亚是块二，一共是十四块七。即阵菜起价啊，这个菜是十四块七，真贵，十五块好哩，免走。阿姆，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，哥找你三角银。你真客气，小花钱阁算甲这么清楚。这是应该的，你阁要买什么？我阁要去买鸡卵、鸭卵甲青鱼。生词和短语：物件、东西、白灵菜、菠菜、菜花、花菜、菜头、萝卜、偌济、多少、一项、一种、两条刺瓜、两条黄瓜、几粒啊、几个、臭奇啊、西红柿、泉州叫干妈的。一两斤，一两斤，两块银，两元钱，块半，一元半，块二，一元两毛，起价，涨价，落价，降价，合理，给你，唔免走，不用找钱，菜市，市场，超市，超市，真贵，很贵，真俗，很便宜。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。买卖算分，相请无论。客气，客气。遐呢？那么，小花钱，一点钱。鸡卵，鸡蛋。鸭卵，鸭蛋。青鱼，新鲜的鱼。一共，一共。拢共，拢总，一共。二，买鸡子。阿伯。苹果一斤偌济？新西兰苹果一斤七块，安富士苹果一斤四块，普通的苹果一斤三块就好。梨啊，香蕉、西瓜嘞？梨啊，一斤三块半，香蕉较俗，一斤两块。台湾进口的香蕉是三块，西瓜一斤块六。阿伯。即阵已经有奶汁嘿，嘿，这款乌烧奶汁是都搞的较贵，一斤偌济？一斤十块，伤贵，我唔买。小姐，无你买苹果来啊个？好，我买红富士的苹果八粒，请你拣较水的给我。来啊，买四粒，我爱较幼的。台湾的香蕉真香，真大条，你唔买淡薄嘿？香蕉买一皮，总共偌侪钱？小姐，八粒苹果三斤较起，算十二块就好。四粒梨啊，两斤拄好七块。一皮香蕉三斤四两，十块两角，三项加起来，拢总是二十九块两角。二十九块两角好哩，拄好有哪行，下摆过来交关。果子、水果、苹果、苹果、新西兰、新西兰、红富士、苹果、红富士苹果、普通的、普通的，就好就好。来啊，梨子、香蕉、香蕉、西瓜、西瓜。台湾，台湾，奶汁，荔枝，进口，进口，出口，出口，已经，已经，乌叶奶汁，黑叶的荔枝，都搞，刚到，伤贵，太贵，唔买，不买。
小姐，小姐，女士，女士，较水，比较漂亮，较油，比较嫩，真香，很香，一鼻，一串，八粒，八个，较起，略微超过应有的数量，下摆，下次，交关，交易，买。你买几支？阿伯，苹果一斤偌济？新西兰苹果一斤7块，安富苏苹果一斤4块，普通的苹果一斤3块就好。来呀，香蕉、西瓜嘞？来呀，一斤3.5块，香蕉较俗，一斤2块。台湾进口的香蕉是3块。西瓜一斤5.6。阿伯，即阵已经有奶汁嘿？嘿，即款乌香奶汁是拄够的较贵。一斤偌济？一斤10块。伤贵，我唔买。小姐，无你买苹果来啊个？好，我买红富士的苹果8粒，请你拣较水的给我。来啊，买4粒。我爱较油的。台湾的香蕉真香，真大条，你唔买淡薄嘿？香蕉买一皮，总共偌侪钱？小姐，8粒苹果3斤较起，算12块就好。4粒梨啊2斤，拄好7块。一皮香蕉3斤4两，10块2角，三项加起来。拢总是29块2角，29块2角好哩。拄好，有哪件下摆过来交关？你买几支？阿伯，苹果一斤偌济？新西兰苹果一斤7块，安富苏苹果一斤4块，普通的苹果一斤3块就好。来呀，香蕉、西瓜嘞！来呀，一斤3.5块，香蕉较俗，一斤2块。台湾进口的香蕉是3块，西瓜一斤5.6。阿伯，即阵已经有奶汁嘿？嘿，即款乌香奶汁是拄够的较贵。一斤偌济？一斤10块。伤贵，我唔买。小姐。无你买苹果来啊个？好，我买红富士的苹果8粒，请你拣较水的给我。来啊，买4粒，我爱较油的。台湾的香蕉真香，真大条，你唔买淡薄嘿？香蕉买一皮，总共偌侪钱？小姐，8粒苹果3斤较起。算12块就好，4粒梨啊2斤，拄好7块，一皮香蕉3斤4两，10块2角，三项加起来，拢总是29块2角。29块2角好哩，拄好，有哪件下摆过来交关？果子、水果、苹果、苹果、新西兰、新西兰、红富士。苹果，红富士苹果，普通的，普通的，就好，就好。来啊，梨子，香蕉，香蕉，西瓜，西瓜，台湾，台湾，奶汁，荔枝，进口，进口，出口，出口，已经，已经，乌叶奶汁，黑叶的荔枝，都搞。刚到，伤贵，太贵，唔买，不买，小姐，小姐，女士，女士，较水，比较漂亮，较油，比较嫩，真香，很香，一皮，一串，8粒，8个，较起，略微超过应有的数量，下摆，下次。交关交易买三买日用品
陈贤，你要去倒落？我要去花莲买物件。你要买什么物件？我要买一张雨伞，两包洗衫粉，三条面巾，四张起膏，顺续买几块香砂文。我要去附近一间文具店买一支夹刀，两支写铅笔的刀啊，三本写青字的簿啊，五六支铅笔加八九的皮夹。写铅笔买铅笔口较好，铅笔买一打较省，定定买。对，我想要买圆珠笔、铁笔、水笔、尾笔。你去迄间文具店买。我要坐二路车去中山路花莲碧海商店买日用品。日用品。陈先生。陈先生。花莲。花莲。一张雨伞。一把雨伞。两包洗衫粉。两包洗衣粉。三条面巾。三条毛巾。四张齿膏。四支牙膏。顺刷。顺便。附近。附近。这间，这间，这家，文具店，文具店，一支夹刀，一把剪刀，刀啊，小刀，青字簿啊，生字本，铅笔扣，转笔刀，一打，十二支，皮卡，信封，皮纸，信纸，卡省，省的，钉钉，尝尝，圆珠笔，圆珠笔。铁笔、钢笔、水笔、毛笔、尾笔、画笔、二路车、二路车、碧海商店、百货商店。三、买日用品。陈贤，你要去倒落？我要去花莲买物件。你要买什么物件？我要买一张雨伞，两包洗衫粉。三条面巾，四张起膏，顺续买几块香砂文。我要去附近一间文具店买一支夹刀，两支写铅笔的刀啊，三本写青字的簿啊，五六支铅笔加八九的皮夹。写铅笔买铅笔口较好，铅笔买一打较省，定定买。对，我想要买圆珠笔。铁笔、水笔、尾笔。你去迄间文具店买，我要坐二路车去中山路花莲碧海商店买。三、买日用品。陈贤，你要去倒落？我要去花莲买物件。你要买什么物件？我要买一张雨伞，两包洗衫粉，三条面巾，四张起膏。顺续买几块香砂文。我要去附近一间文具店买一支夹刀，两支写铅笔的刀啊，三本写青字的簿啊，五六支铅笔加八九的皮夹。写铅笔买铅笔口较好，铅笔买一打较省，定定买。对，我想要买圆珠笔、铁笔、水笔、尾笔。你去迄间文具店买，我要坐二路车去中山路花莲碧海商店买日用品。日用品。陈先生。陈先生。花莲。花莲。一张雨伞。一把雨伞。两包洗衫粉。两包洗衣粉。三条面巾。三条毛巾。四张齿膏。四支牙膏。顺刷。顺便。附近，附近，这间，这间，这家，文具店，文具店，一支夹刀，一把剪刀，刀啊，小刀，青字簿啊，生字本，铅笔扣，转笔刀，一打，十二支，皮卡，信封，皮纸，信纸，卡省，省的，钉钉，尝尝，圆珠笔。圆珠笔、铁笔、钢笔、水笔、毛笔、尾笔、画笔、二路车、二路车、碧海商店、百货商店。
是买衫裤。先生，这的衫裤真多款，请入来看卖。我要买粉衫。你要买倒一领？费心你摕迄领粉衫互我看卖诶。这款浅蓝色粉衫真时行，买的人真多。请你摕中号的，予我试看卖的。这领就是中号的。我穿这领会合适未？你穿这领真合适，长短看鞋拄好。这领偌侪钱？这款布质真好，做工阁真幼，一领百二块。遐尼贵，较少淡薄卖唔？俗偌侪？你讲。八十块卖唔？卖你八十块，我倒了本。无一百块个。好，一领卖你。衫裤。衣服。入来。进来。看卖。看看。摕。拿。一领粉衫。一件衬衣。浅蓝色。浅蓝色。时行。流行。大号。大号。中号。中号。细号、小号、下梳、合身、长短跨位、长短宽窄、布质、布的质量、最刚、指制作技术或质量、有、指制作细致不粗糙、百里扣、120元、倒了本、亏本、卖唔、要吗？是。买衫裤，先生，这的衫裤真多款，请入来看卖。我要买粉衫，你要买倒一领？费心你摕迄领粉衫予我看卖的。这款浅蓝色粉衫真时行，买的人真多。请你摕中号的，予我试看卖的。这领就是中号的。我穿这领会合适未？你穿这领真合适，长短看鞋拄好。这领偌侪钱？这款布质真好，做工阁真幼，一领百二块。遐尼贵，较少淡薄卖唔？俗偌侪？你讲。八十块卖唔？卖你八十块，我倒了本。无一百块个。好，一领卖你。是买衫裤，先生，这的衫裤真多款，请入来看卖。我要买粉衫，你要买倒一领？费心你摕迄领粉衫予我看卖的。这款浅蓝色粉衫真时行，买的人真多。请你摕中号的，予我试看卖的。这领就是中号的。我穿这领会合适未？你穿这领真合适，长短看鞋拄好。这领偌侪钱？这款布质真好，做工阁真幼，一领百二块。遐尼贵，较少淡薄卖唔？俗偌侪？你讲。八十块卖唔？卖你八十块，我倒了本。无一百块个。好，一领卖你。衫裤、衣服，入来，进来，看卖，看看，摕，拿，一领粉衫，一件衬衣，浅蓝色，浅蓝色，时行，流行，大号，大号，中号，中号，细号，小号，下梳，合身，长短跨位，长短宽窄。布质、布的质量、最刚、指制作技术或质量、有、指制作细致不粗糙、百二块、120元、倒了本、亏本、卖唔、要吗？第三节买物件。一课文。一买菜。阿母，你要买什么菜？我要买白灵仔菜、菜花甲菜头。一项买偌济？一项买一两斤，请你拣好的给我。好，
你搁要买什么？我搁要买两条刺瓜，几粒啊臭奇啊。阿姆，白灵菜一斤两块，这是两斤四块。菜花一斤两块半，这粒菜花两斤较平，算你四块九。菜头一斤块半，这条菜头是斤偌重，两块银。两条刺瓜是两块六，两粒臭奇亚是块二，一共是十四块七。即阵菜起价啊，这个菜是十四块七，真贵，十五块合理，免走。阿姆，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，哥找你三角银。你真客气。小花钱阁算甲遮尔清楚，这是应该的。你阁要买什么？我阁要去买鸡卵、鸭卵甲青鱼。二买果子。阿伯，苹果一斤偌济？新西兰苹果一斤七块，红富士苹果一斤四块，普通的苹果一斤三块就好。梨仔、香蕉、西瓜咧。梨仔一斤三块半，香蕉较俗，一斤两块。台湾进口的香蕉是三块，西瓜一斤块六。阿伯，即阵已经有奶汁嘿？嘿，即款乌烧奶汁是拄够的较贵。一斤偌济？一斤十块。伤贵，我唔买。小姐。无你买苹果来啊个？好，我买红富士的苹果八粒，请你拣较水的给我。来啊，买四粒，我爱较幼的。台湾的香蕉真香，真大条，你唔买淡薄嘿？香蕉买一皮，总共偌侪钱？小姐，八粒苹果三斤较起。算十二块就好，四粒梨仔两斤，拄好七块。一批香蕉三斤四两，十块两角，三项加起来，拢总是二十九块两角。二十九块两角合理。拄好，有哪行？下摆过来交关。三买日用品。等先，你要去倒落？我要去花莲买物件。你要买什么物件？我要买一张雨伞、两包洗衫粉、三条面巾、四张起膏、顺刷买几块芳砂文。我要去附近一间文具店买一支夹刀、两支写铅笔的刀啊、三本写千字的簿啊、五六支铅笔加八九的皮夹。写铅笔。买铅笔口较好，铅笔买一打较省，定定买。对，我想要买圆珠笔、铁笔、水笔、画笔。你去迄间文具店买，我要坐二路车去中山路花莲笔迄商店买。四，买衫裤。先生，遮个衫裤真侪款。请入来看卖。我要买粉衫。你要买倒一领？费神你摕迄领粉衫互我看卖诶。这款浅蓝色粉衫真时行，买诶人真侪。请你摕中号诶，互我试看卖诶。这领就是中号诶。我穿这领会合适未？你穿这领真合适，长短宽鞋拄好。一领偌侪钱？这款布质真好，做工阁真幼，一领百二块。遐尼贵，较俗淡薄卖唔？俗偌侪？你讲。八十块卖唔？卖你八十块，我倒了本。无一百块个。好，一领卖你。第三节买物件。一课文。一。买菜，阿母，你要买什么菜？
我要买白灵仔菜、菜花甲菜头。一项买偌济？一项买一两斤，请你拣好的给我。好，你搁要买啥物？我搁要买两条刺瓜，几粒啊臭皮啊。阿姆，白灵菜一斤两块，假是两斤四块。菜花一斤两块半，这粒菜花两斤较平，算你四块九。菜头一斤块半，这条菜头是斤偌重，两块银。两条刺瓜是两块六，两粒臭皮也是块二，一共是十四块七。即阵菜起价啊，这个菜是十四块七，真贵，十五块给你，免走。阿姆，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，搁找你三角银。你真客气，小花钱搁算甲这么清楚。这是应该的，你搁要买什么？我搁要去买鸡卵、鸭卵甲青鱼。二买果子。阿伯，苹果一斤偌济？新西兰苹果一斤七块，红富士苹果一斤四块，普通的苹果一斤三块就好。来呀，香蕉、西瓜嘞。来呀，一斤三块半，香蕉较俗，一斤两块。台湾进口的香蕉是三块，西瓜一斤块六。阿伯，即阵已经有奶汁嘿？嘿，即款乌烧奶汁是拄够的较贵。一斤偌济？一斤十块。伤贵，我唔买。小姐，无你买苹果来啊个？好，我买红富士的苹果八粒，请你拣较水的给我。来啊，买四粒，我爱较幼的。台湾的香蕉真香，真大条，你唔买淡薄嘿？香蕉买一皮，总共偌侪钱？小姐，八粒苹果三斤较起。算十二块就好，四粒梨啊两斤，拄好七块。一批香蕉三斤四两，十块两角，三项加起来，拢总是二十九块两角。二十九块两角好哩，拄好有哪行，下摆过来交关。三买日用品，陈先，你要去倒落？我要去花莲买物件。你要买什么物件？我要买一张雨伞、两包洗衫粉、三条面巾、四张起膏、顺刷、买几块芳砂文。我要去附近一间文具店买一支夹刀、两支写铅笔的刀啊、三本写千字的簿啊、五六支铅笔加八九的皮夹。写铅笔。买铅笔口较好，铅笔买一打较省，定定买。对，我想要买圆珠笔、铁笔、水笔、画笔。你去迄间文具店买，我要坐二路车去中山路花莲笔迄商店买。四，买衫裤。先生，遮个衫裤真侪款。请入来看卖。我要买粉衫。你要买倒一领？费神你摕迄领粉衫互我看卖诶。这款浅蓝色粉衫真时行，买诶人真侪。请你摕中号诶，互我试看卖诶。这领就是中号诶。我穿这领会合适未？你穿这领真合适，长短宽鞋拄好。一领偌侪钱？这款布质真好，做工阁真幼，一领百二块。遐尼贵，较少淡薄卖唔？俗偌侪？你讲。八十块卖唔？卖你八十块，我倒了本。无一百块个。好，一领卖你。
生词和短语。物件，东西。白灵菜，菠菜。菜花，花菜。菜头，萝卜。偌济，多少。一项，一种。两条刺瓜，两条黄瓜。几粒啊，几个。臭皮啊，西红柿。泉州叫干妈的。一两斤，一两斤。两块文，两元钱。块半，一元半。块里，一元两毛。起价，涨价。落价，降价。合理，给你。不免找，不用找钱。菜市，市场。超市，超市。真贵，很贵。真俗，很便宜。买卖算分，相请无论。买卖算分，相请无论。客气，客气。遐尼，那么。小夸钱，一点钱。鸡卵，鸡蛋。鸭卵，鸭蛋。青鱼，新鲜的鱼。一共，一共。拢共，拢总，一共。果子，水果。苹果，苹果。新西兰，新西兰。红富士苹果，红富士苹果。普通的，普通的。就好，就好。来啊，梨子。香蕉，香蕉。西瓜，西瓜。台湾，台湾。奶汁，荔枝。进口，进口。出口，出口。已经，已经。乌叶奶汁，黑叶的荔枝。都到，刚到。太贵，太贵。不买，不买。小姐，小姐。女士，女士。较水，比较漂亮。较油，比较嫩。真香，很香。一鼻，一串。八粒，八个。较起，略微超过应有的数量。下拜，下次。高官，交易，买。日用品，日用品。陈先生，陈先生。花莲，花莲。一张雨伞，一把雨伞。两包洗衫粉，两包洗衣粉。三条面巾，三条毛巾。四张齿膏，四支牙膏。顺刷，顺便。附近，附近。这间，这间，这家。文具店，文具店。一支剪刀，一把剪刀。刀啊，小刀。青泥婆啊，生字本。铅笔刀，转笔刀。一打，十二支。皮卡，信封。皮纸，信纸。较省，省的。定定，尝尝。圆珠笔，圆珠笔。铁笔，钢笔。水笔，毛笔。尾笔，画笔。二路车，二路车。百货商店，百货商店。衫裤，衣服。入来，进来。看卖，看看。摕，拿。一件粉衫，一件衬衣。浅蓝色，浅蓝色。时行，流行。大号，大号。中号，中号。小号，小号。下书，合身。长短宽窄，长短宽窄。布质，布的质量。最刚，指制作技术或质量。有，指制作细致不粗糙。百里块，一百二十元。倒了本，亏本。买唔，要吗？第三节，买物件。一，课文。一，买菜。阿母，你要买什么菜？我要买白灵仔菜、菜花甲菜头。一项买偌济？一项买一两斤，请你拣好的给我。好，你搁要买什么？我搁要买两条刺瓜，
几粒啊臭棋啊。阿姆，白灵菜一斤两块，这是两斤四块。菜花一斤两块半，这粒菜花两斤较扁，算你四块九。菜头一斤块半，这条菜头是斤偌重，两块银。两条刺瓜是两块六，两粒臭棋也是块二，一共是十四块七。即阵菜起价啊，这个菜是十四块七，真贵，十五块合理，免走。阿姆，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，哥找你三角银。你真客气，小花钱搁算甲这么清楚，这是应该的。你搁要买什么？我搁要去买鸡卵、鸭卵甲青鱼。二买果子。阿伯，苹果一斤偌济？新西兰苹果一斤七块，红富士苹果一斤四块，普通的苹果一斤三块就好。来呀，香蕉、西瓜嘞。来呀，一斤三块半，香蕉较俗，一斤两块。台湾进口的香蕉是三块，西瓜一斤块六。阿伯，即阵已经有奶汁嘿？嘿，这款乌香奶汁是都搞的较贵。一斤偌济？一斤十块。伤贵，我唔买。小姐。无你买苹果来啊个？好，我买红富士的苹果八粒，请你拣较水的给我。来啊，买四粒，我爱较幼的。台湾的香蕉真香，真大条，你唔买淡薄嘿？香蕉买一皮，总共偌侪钱？小姐，八粒苹果三斤较起。算十二块就好，四粒梨啊两斤，拄好七块。一批香蕉三斤四两，十块两角，三项加起来，拢总是二十九块两角。二十九块两角合理。拄好，有哪件下摆过来交关。三买日用品。陈先，你要去倒落？我要去花莲买物件。你要买什么物件？我要买一张雨伞、两包洗衫粉、三条面巾、四张起膏、顺刷、买几块芳砂文。我要去附近一间文具店买一支夹刀、两支写铅笔的刀啊、三本写千字的簿啊、五六支铅笔加八九的皮夹。写铅笔。买铅笔口较好，铅笔买一打较省，定定买。对，我想要买圆珠笔、铁笔、水笔、尾笔。你去迄间文具店买，我要坐二路车去中山路花莲笔迄商店买。是，买衫裤。先生，这的衫裤真侪款。请入来看卖。我要买粉衫。你要买倒一领？费事你摕迄领粉衫给我看卖诶。这款浅蓝色粉衫真时件，买的人真多。请你摕中号诶，给我试看卖诶。这领就是中号诶。我穿这领会合适未？你穿这领真合适，长短宽鞋拄好。一领偌侪钱？这款布质真好，做工阁真幼，一领百二块。遐尼贵，较俗淡薄卖唔？俗偌侪？你讲。八十块卖唔？卖你八十块，我倒了本。无一百块个。好，一领卖你。